看对方的作品挑缺点，敢吗？你敢吗？不敢，不是他不敢，不会，因为没有缺点，因为没有缺点。哦，写不下去啊！结婚之后我们两个也都，他拍了两部戏，然后我现在拍了一部戏，所以其实。各自的工作还是占了大部分的时间，所以两位相处的时间其实也不多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。可是才刚新婚就要这样分开，不会有点心痛吗？因为工作是这么排的，所以也没有办法，会视讯啊，会通电话，都会。那你视讯的时候会装可爱吗？视讯的时候，这个太 detail 了。当然就是会分享，今天遇到了什么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顺不顺利，就是我们两个很小的事情也会分享。那有计划办婚礼吗？我觉得等，一方面也是等疫情再稳定一点吧，因为现在如果大型的聚会或者是人数多一点的场合，第一个地方不好见，第二个是，你还是有疫情上的顾虑。开机嘛，然后到五月中就。三级，那我们就回家等通知，就是一年后，然后刚好今年的三月中开始。幸好你没结过婚。对，因为不然时间就一年就过去了。幸好。所以今年最大的成绩就是结婚。是。半年了耶。100天都在台中，那我觉得感觉还是蛮好的，虽然各自都有工作，他。中间也拍了两部戏，但是都维系的蛮好的。平常也是会视讯啊，然后通电话都会。我会回来，或者是他休假，他也会去台中。但通常是我休息回台北比较多，不算探班的，不会去现到现场才算探班，不会去现场，就是。回去有一个人在等你回家的感觉，蛮幸福的，很幸福，就是有一种工作很苦很累，可是你也会觉得心里面会一部分是被温暖。我们也很常聊表演碰到的问题，或者是自己没看见的。可以啊，我们会聊表演，我们会一起看电影，然后聊说。这个角色如果是你是我的话，我们会怎么做？会看对方的作品挑缺点，敢吗？你敢吗？不敢，不是他不敢，不会，因为没有缺点，因为没有缺点。哦，他现在要拍你手机怎么办？他可以趁我睡着拿起来对我的脸，不就开了吗？真正的新婚真的。对，最近大概休就是小空档。体力很好。对。你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你是走特别，我走特别的，我差他一点。特别路线。